安安安安州蔷薇散。直接抢屏，开台了啦，开播。刚吃饱饭。好喝。等一下啊，等一下啊！昨天开到几点啊？昨天开蛮晚的哎，开5点多。对啊，昨天聊练，不要玩那么晚了哈。今天早上起来头好痛。等你打外乡人哦，我等级还不够啦，等我等级够我就打。对啊，不健康肥仔。还好啦，我都有睡满，主要是我有睡满，主要有睡满，对啊，那今天晚上应该有空也会聊练一下吧，稍微练一下，因为最近加倍嘛，今天加倍就不练白不练，练一下，大概如果不会练太晚，稍微练一下就休息了。昨天有意外插曲，不然昨天其实大概聊到2点多就想睡了，对啊，昨天有那个。蛮好玩，蛮好笑的插曲，对吧、啊？各种笑料。晚上看世界赛哦 ，OW 吗？也是想要看啊。哇，原来讲了，大家又有人高潮了，好吧？大家又有人高潮，真的是笑死，真的是笑死。好 ，OK， 那我们又回来我们的刺客教条了。那昨天呢，我们已经把猎狗。还有蜥蜴两个这个该死的家伙收掉了、哦、那现在只剩下鳄鱼哦，鳄鱼也是上古的维续者的一部分，那他应该也是有点来头的吧，不然蜥蜴其实这个死的莫名其妙，他杀死他的时候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好不好？就跟那个冥王黑帝斯打了一架，打完之后好像什么也没发生、哦、就是这一切来得这么突然，也结束了这么的突然、哦、那我刚才。昨天又打败了那个羊头，那铁羊吧，铁羊打败他之后拿到了黑烟与明镜哦。这把弓听说是蛮猛的，是因为它有逆中伤害哦，它攻击的时候呢会有额外的暴击伤害效果，而且还有着火，真的是有点强到爆炸，强到离谱。对，那我们今天呢就要继续的挑战后面的关卡了。那我们还是会以打主线为主啦。主线比较重要，这样，然后支线如果有看到，顺便再解解看啊。如果没看到的话，我就不管它了。好，那我们就来去挑战下一个怎么讲 ，BOSS 咯，25等的难度应该会有点高。他在法尤姆啊，哦，不是什么法克姆啊，哦、是法尤姆。法尤姆的话，他地点是在这边呢、欸，在吉萨的旁边哦，就是在金字塔区域的下方我、哦、的位置，这地方。离黑色沙漠有点近哦，黑色沙漠，因为黑色沙漠这个地方也不是好惹的地方，你知道吗？因为据说啊，那边它的地址跟它的地形比较崎岖哦，在这个历史不是历史，在这个一些地理的记忆上面的话，因为它这边它可能地形的关系嘛，所以它热度呢哦，白天甚至可以到50-60度以上哦，那等于说你走到沙漠上面就是一种烤盘，你懂吗？烤盘。那刚好就是它的地质的关系，就是让它又成为黑色沙，被称呼叫黑色沙。进去里面也九死一生啦，哦，就九死一生这种概念，蛮可怕的。这样就工伤哦，没有工伤又工伤，整天工伤就饱了。我现在在皇都哎，我在想说我有什么办法可以让它比较快的去前进。还是要点出马车技能嘛？我觉得点出马车技能会比较好，对不对？不换马吗？换马速度没有差、啊，我现在换马速度没差，我现在只想存3000块，然后抽特殊的道具啊。因为我听说他的氪金道具是可以透过游戏中赚钱然后去抽的，我觉得哇这么帅，
那我们就来存个3000块抽一抽。几天他抽到了一个氪金装啊，那个木乃伊还是什么法老装？我想说我也要抽一套看看有没有抽到彩虹小马。彩虹小马如果给我抽到，哇，帅呆了，真的帅呆了。有啊，就是氪金装，我觉得他这代真的蛮佛心的。像这种氪金装居然还可以让玩家抽，我觉得其实真的很佛心啊。我觉得这次 UB 做的很不错，这点做的真的很好。确实是应该这样啦，有时候玩游戏嘛，我们有些人讲说效率要快哦，那你如果不想要快，你可以游戏中慢慢体验也行啊，哦也行。我先看个鸟点，距离有点远，怎么离那么远？但是我没开点。圣牛祭坛，非洲皮想去欧洲，没有关系啊，我现在离欧洲也不过就是一个海峡的隔。一个岸嘛，所以离欧洲也不算远啊，对吧？非洲跟欧洲本是同源同根生啊，对吧？所以协议中其实可以互相切换的。双刀哦，其实双刀还行啊，双刀真的还行。我觉得双刀也没有想象中的强的那种夸张，就是他连段攻击高，可是他风险也高嘛。我昨天拿双刀去剁那个人，剁一下他反击打我一下就爆炸，直接死去，很惨。埃及是法老的产地，不拼一下吗？拼个屁呀、啊！怎么拼？拼不过，拼不过就被包成木乃伊了。这为什么？我其实不太懂，说为什么他们要在吉萨里面弄这样的东西，对吧？各种盗墓来卖。他可能觉得反正人都已经死了嘛，死了也用不到了，就拿来用吧。你看这个小金字塔有没有？这个小金字塔就是新的王国盖的，那种比较小的都是新王国盖，因为他们已经没有技术力了，所以只能把自己的坟墓呢盖得比较小一点，剩下的就送到那个王家之谷，给那个守墓人有没有？然后用那个千年积木把它封印住，守墓人一族。在那个王家坟墓呢守了千年之久。今天抽阿斗与阿坎，好想抽一把阿斗与阿坎。帝王之游戏 boy， 哎，没事。雅图姆，高壮还是古王国盖的？没有啦，古王国哪？古王国是在最前面那边的啦。埃及古王国盖的比较宏伟，好吗？新王国盖的比较烂，是吧？这边还有放草堆，这么贴心。如果没有法律规范的话，各国领寝附近的村落都会是这样。可是。也难怪说要每次都要放那种，比如说盗墓者会被诅咒这种东西出来，去吓吓人，你知道？对啊，去吓吓人，不然你不吓吓人的话，说不定你才刚下葬不到一个月，东西就被搬光光了，哇！所以其实这种盗墓这种风气啊，也是蛮可怕的。他们觉得死人用不到嘛，还有人觉得不尊重死者嘛。这边觉得老皮有点台湾国语哦。没有啦，是因为你知道最近比较累啊，最近在忙很多案子，所以有时候比较累的情况之下口齿不清，恭维打劫，感谢历史，谢历史订阅。哎呦，这个是什么？这个什么羊？这算枪吗？还是算羊？想跑，我鸟哥戳一下就让把就把你戳死，还想跑？哎、欸，到了，哇，这也太帅了吧！这边是军港是不是？好多军舰哦、喔。那边还有一个那个城市在沿岸旁边哦、喔，好帅哦、喔！而且这边的战舰数量蛮多的哦、喔，你发现吗？战舰数量很多。法尤姆。哎，没事。R6是星期天比赛，礼拜日。
冠军赛，会一路打到冠军赛啊！大家一定要期待一下，这个一定要看，不看可惜。谁那边吵架？就会不知道有没有哎、欸，因为埃及的野生动物我没有研究那么多啦，我没有研究那么多，我跟埃及就是仅止于在一些书籍上面看到，所以也没有说对他很熟，实地考察、啊、之类的，不近视。剑斗，剑斗，好到了到了，法尤姆。可是这个城市其实你不觉得很诡异吗？卡兰尼斯这个城市有埃及的建筑物，然后里面居然是希腊雅典风格的那种造型的，到底是什么东西？这是什么样的概念啊？我其实不太懂哎、欸，这到底是什么样的概念？旁边还拆两根铁柱，挂的是希腊旗，这边应该是希腊的城邦之一啊。Keep back! This doesn't concern any of you. Carry on with whatever it is you do. Another. Are you the Philakitai? Yes. Try not to trample the scene. My job is hard enough as it is. Well, my apologies. As a protector, I am attracted to such scenes. 亚历山卓就是完全希腊化建筑啊。Yes, I see your badge. You are a Magi from the old kingdom. Wow.Forgive me, this gruesome business has us all on edge. This is the latest in a series of chilling ritual murders by Wadjet cultists. 连环杀人案。I'm a little out of my depth. I may be of some use to you. I am not unfamiliar with murder scenes. Perhaps you could help investigate. The cultists usually leave a message. I haven't figured it out yet.We could check the temple. You said there have been other murders. The cultists are murdering temple acolytes, public figures in Karanis. 他妈讲什么秘密？为什么靠那么近？ Be their next target. The Greeks are terrified. 深情对望。亚历山大，他就是文化融合政策嘛。推销希腊文化啊，行销全世界啊，独步全球也不错。They're saying locals are involved and are calling for blood. 谋杀案吗？怎么了吗 ？This is van bebes. What's wrong? Lexon, Lexon. Yeah. 啊？啊，然后呢？好 ，OK， 抱歉，抱歉，没事，没事，没事儿，没事儿。好，那我们现在呢？这神殿里面好像有凶手，我们来调查一下好了。到底谁会来搞这种连环杀人案件？就其实有时候。像你在被异族入侵之后嘛，想要搞一些有的没的，就开始会有所谓的恐怖袭击事件哦，就是像是古代的恐怖攻击，对不对？同样的概念嘛，恐攻。你看，你拿一个希腊式的东西盖在人家埃及的上面，人家当然不爽啊。哦，看把你的神杖涂起来刚好了，哦，刚好。Enjoy the temple.这个你看抓到是绿的啊、哦，是绿的。好，感谢我们的好来生，谢谢订阅。我想上去看一下那个上面布上面贴什么东西。它布上面有画一个符号，感觉像是蛇还是什么的。上来看一下。哦，谢谢我们的哈士奇19，感谢订阅。哎，这布是另外盖上去的吧？对啊，没错啊。绿色的，是绿色的，有吗？
绿色是什么鬼？因为当年又不是说有那种油漆，油漆他们都是用颜料嘛，颜料其实很珍贵，而且他涂那么多。哦，侄子泰德45个月，感谢侄泰德。Green Mask of Wajet has been placed here. 面目全非。Wajet is goddess protector of Upper and Lower Egypt. Someone is making a clear statement. But how did they get up here carrying all of this? 对啊，这样不会被发现吗？这么多人下手。This is written in blood. It is still wet. 他说呢，我们这个神殿呢，将对你们这个肮脏的希腊神展开复仇。你们的大祭司的血呢，会为这个瓦吉特付出代价，为了埃及，为了女神。所以他们那个大祭司就是门口那个死掉的。哦，还没死啊？下一个目标。沙子，所以呢，我这样都调查完了，我门口都没调查哎。Philaketai, I found the cultist message. They're going to kill your high priest next. The high priest? By Serapis, no. Garani's spirit will die if he does. We need to find him. Where is he? Think, Philaketai. His villa is nearby. I know of a spot overlooking it from a safe distance. This way.We can see the whole area from the temple wall. 整个神殿外墙吗？所以他这个时期亚历山大应该已经攻心了吧？对不对？这个时期亚历山大应该已经死蛮久了。不然就是人可能还在印度吧，我猜。Gods, the trouble I'll get if the high priest lies dead. We must hurry. 我知道，庄严大师不是不跳了吗？佛舞，他说他要这个闭关修炼，修身养性。然后他对女记者说：“你是我的粉丝，死100多年了。我记得好像是西元前100多年的时候，所以死蛮久了嘛，对不对？民族融合才融合那么久。”啊，哪边？哦，看到了。Quickly, get to the main entrance. 穿过去。BC 300多。哇，那还蛮久的。The blood of this blasphemer, give us power to defeat.欸，说好的空中袭击呢？不是吧？我靠！我靠！我要先把那个弓箭手干掉。我靠！太贱了吧！够了，25吨了不起。空中袭击 B 计划。You are safe now. It is fortunate you are not at the temple. You would already be dead. Serapis, they would have butchered me. These Egyptians are prayerless demons and not men.It was an Egyptian who saved you, priest. Remember that. 种族歧视哎，好凶哦！直接就是二分法，埃及人就是废物这样子。好凶哦 ！I came as soon as the fighting began. I see I am too late. Thank you for your help, Magi. It certainly made my work here easier. You have interesting timing.What do you know of these bandits? 会不会其实是他 ？Egyptians unhappy with the Greeks here. Who knows what holes they crawl from? Seeing a Greek god in place of their own incensed them, no doubt. 我觉得没那么简单吧。Not seen the last of such trouble, I think. The Ptolemies tend to divide us at times. Sadly, I agree. Greece has brought Egypt much wealth, yet some resist all progress.This depends on your idea of progress. Progress for Egypt or for Greece. Farewell, Philaketai. Next time you protect, remember my code. 哎呦，没有后续哦。我以为其实是他想要当这个主政者，就把他的祭司干掉。因为在古早时期，有没有祭司其实是有很大的权力的哦。
包含说祭祀啊，有的没的。祭只是其中一点哦，包含说财政一些东西都是他来负责的，因为他懂得看，会写字看书嘛。Yesterday, my husband witnessed something frightening. Soldiers dragged a poor man beneath the temple. Then he heard screams. We're already hungry because there's no grain. Now I'm terrified the soldiers will take my husband. We don't know who we can trust. Not even the Felakitai. Let me talk to your husband. Where can I find him? 祭司死他会很麻烦吗？就麻烦就是说，他如果死掉的话，他工作量就变多了，他钱太多，不知道怎么花也麻烦啊。喂饱有法母，法有母啊！这里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怎么会大家都吃不饱？对不对？看起来附近也是物资很好啊，地形也不错啊，捕捕鱼，种种田，感觉就是吃得饱，穿得暖的啊。怎么会说怎么会闹饥荒？对不对？有什么隐情吗？是不是有什么隐情？好，不管，那我们先继续前进哦，因为我想说先把主线打完吧，主线真的太多了、啊，不打完的话，真的，一辈子大概就别想破关了。地名都会念反，对啊，阅读障碍啊，没办法、啊。哦，感谢我们的皮卡丘，谢谢皮卡丘的订阅。引擎啊，内有引擎，不是 engine 好不好？不是 engine， 是那个引擎，好不好？其实我也不知道到底有什么其他的代称。希腊建筑漂亮，有小狗哦，这个是地狱犬，三头犬。有了，内幕啦，对啊，其实就是内幕也是代称。可以，明天才可以看到鳄鱼哦、喔。不会吧？我觉得今天可以把鳄鱼打完吧。今天是 OK 吧？现在等级 OK 啊，二三等可以了啦。一天没看到你好寂寞，到底你们不是这礼拜在忙期末考吗？就是办期末考，不是期末考，那个模拟考吗？我看很多人都要准备模拟考啊。至少那时候我问的时候，人还蛮多的。好，我们就是要到下一个城镇，是有段距离哈。鳄鱼法尤姆，里面不能骑马，28等，不要怕，我有24等就可以打了，好不好？跨等4等是没问题的，24等大战这个鳄鱼妹。大学要考段考。因为我真的离段考这种东西啊，对我来讲是好久好久以前的事情。考试是什么？我现在突然觉得考试其实蛮蠢的，对不对？就是大家一直准备一个东西，然后考试，证明自己有读书，不然为什么要考试？不然为什么要考试？就是证明自己有读书嘛。所以这种机制居然可以流传这么久，就真的是还蛮智障的。我不准盗贼、欸。发生什么事了？突然就关灯，然后怪全部死光了吗？三小，这么敌人的盗贼营地吧，对不对？啊，难怪，来搜刮一波。干嘛干嘛？这里面还想跑？还想跑？直接开溜？笑死！搞什么鬼？啊！里面还弓箭手，你不觉得考试很公平吗？我觉得就也不能说公平不公平啊，就是只是一种机制嘛，因为你也没其他地方没其他的机制可以取代它啦。对啊，但是你说公不公平，我觉得很难说啊，因为
又不是说今天会考试的人就很厉害，也不是说今天很厉害的人就会考试啊。对啊，是不一定的、啊。有人会准备考试嘛？啊，有人就是会比较实务经验啊。啊，如果说今天我会实务经验的人，就因为考试然后就被扼杀掉他的，其实也不能讲扼杀，因为以前大家认为学校就是一切嘛，大家觉得要考个好学历，但其实说真的，现在出社会那么久，我觉得学校就只是一个学校，对啊。当然读好学校是件好事啊，但是主要还是有没有兴趣去激发，或是有没有管道去激发自己的一些潜能吧，或者是你自己擅长的东西啊，对啊，因为对啊，就是因为会考试不代表会处理问题，这是很血淋淋的例子，非常非常血淋淋的例子。我们之前公司也是有一个哦，那个真的超厉害的，他基本上从小到大全部都是榜首，他没有考过其他名次吧？我觉得分数非常之高，然后又真的很厉害，所以我考试。那种东西他完全难不倒，证照一大堆。可是你当他叫他去处理东西的时候，他连跟客户寄个 email， 然后去拜访人家都有问题了，你知道？然后给他做简报也不会做简报。我就觉得会考试真的也说公平吗？这也就是一个，也是一个才能。当然就是你现在没有更好的评量机制嘛，你就只能这样去看有没有。哎、欸，你考得好，我发一个证照给你，说你准表示你有准备嘛。就说哦，你会嘛？哦，你会。Autofres, Nick is not here. I need to find out where my informant is. 有人在那边宣传东西哎。我的线人不见了。No blood or signs of a fight. 应该是被抓走了，或是被逃走。Maybe he fled before this happened. These scrolls tell me nothing useful. I should check upstairs.实习很重要，所以现在我觉得之后去就是追求实务经验吧。Ah, would have done such a thing. What were you protecting, boy? 小狗，小狗保护什么东西？它主人吗 ？A child's doll. I'm gonna kill this naked-headed crocodile. 哇，好凶哦！Scrolls and ink. Ah, I think that tells me where Hotefres has gone. Wait, feathers from a messenger pigeon. 信鸽上的羽毛。法尤姆原本卑下的文化地位在逐渐提升当中。那预设立场就是觉得说埃及就是烂啊，预设立场嘛，埃及就是烂，然后。希腊就是好。其实说真的，古王国时期的埃及是还蛮强盛的啦，包含说医学，包含说科学方面，观星术也是很强，也不输希腊。希腊当然说是真的很强，真的是很厉害。即便是现在啊，有些东西我觉得也没办法超越希腊时期有留下来一些数理的东西。我有点 bug， 对吧、啊？带风向啊。这让我想起几年前中文大学硕士毕业生找不到工作，因为只会读书。哦，对啊，像就有这种案例存在啊，只会读书。是不是上面啊，信鸽？我找不到信鸽啊！啊，这里啦！鳄鱼知道我真实身份了，我其中一个仆人被士兵。构陷，然后被逮捕，抓进了附近的军事区。好吧，鳄鱼，你想来斗就来斗。如果你这么想要跟我交锋，你就得要抓到了我才算数啊！这就是嘴炮。It looks like he fled, but the soldiers caught his servant. 没事，不要嘴炮不就没事了吗 ？You'll know where Hotefres is. 干嘛想不开呢？来，救人先，救人先。恐龙法官了、哦，也不能这样讲吧？我是说很多东西是媒体嘛，媒体在报的。哎呦，嚯，哇！开牛车甩尾，我第一次见过哎、欸。这个是不是有点太狂了、啊？鳄鱼岛西
南方，这里。开牛车甩尾。哦，怎么回事？蓝色的骷髅头，哎。哦，27等，哇，27等，惹不得，惹不得。这附近还有一个巡查官，我等级是不是真的太低了？就说埃及人很强，也是。这谁啊？啊！有人被干掉了。为他复仇，26等。他的凶，他杀人凶手在他的那里面啊，蠢死了！你为什么想不开啊？这个 SHARDZ15，对不对？世界很美好的，干嘛想不开？这就是你的下场。不会不会，别担心。我有真实力好吗？别怕。哦，打不透。危险。直接把我那个大招打爆，打爆哎！反击拳，凶狠。我也会。26人果然很硬。打爆，打爆了，打爆！靠，双眼大师好强哦。不好意思，我按错了，我要死了，我要死了，我要死了。好，杀了一只，杀了一只。我遥感是不是出问题啦？我遥感好像出问题嘞、欸。哦，不是，不是遥感出问题，是被那个绳子挡住了。来一只，上来上来上来，有了。除了指挥官稍微难打一点，其实我觉得其他还好。哦哦哦哦哦哦哦，有点凶，有点凶。好硬哦，真的太硬了啦，这里。这里不是盖的，我这边只能用暗杀，这边真的只能用暗杀，我不暗杀我真的没办法把它突破这里，所以每次怪都硬到爆炸、欸，胡巴硬的真的。慢来慢来，我要小心观察。好，这边安全。我们先看一下他们大体的位置吧，布置的布阵图哦，不然。现在如果说贸然下去的话，我觉得应该被打爆。26等一个，下面一个25等的，26、25，然后这边呢？这边看不到。其实他们人没有很多啦，大概就三三两两这样。可以可以可以，我觉得我应该把他打死了。好，26等，长毛兵。哎、欸，没死。太硬！ Breathe deeply. Enjoy your final minutes.
哦，来订阅。哎，太硬了啦！死了吧？确认击杀，给个经验值让我升级一下。二四，拜托。靠，没给。不行，还差一点。救人呢？我应该可以把经验值救上去了。哦，狮子，哎，拿来开吧，这太可怕了。我那边还有一个，我觉得先把卫兵都收掉，然后再进去打指挥官会比较好。就以目前这种情况来看的话，有没有？因为万一真的被包围的话，只剩下指挥官，我觉得他的对我的威胁性就没那么高。先收他。就是只没经验值啊。眼皮啊。Hey, what? 哎呦，哎呦，那么硬！怎么那么多硬哥？我的袖剑都升到那么高等了，升不上去啦，还差铁矿石哦。哇，需要更多的铁矿。他这样子给我青铜，可能要拆紫色的他才会给你铁矿吧？就给你三木而已。对吧，青铜。哦，有啦，紫色品质的会有铁矿。所以我等一下要收集一些紫色品质来拆。拆一拆之后呢就应该足够了。我记得我紫色弓还蛮多的，把紫色弓拆掉好了。自力救济。好，拆一拆。不是，这弓拆一拆也可以啊。够了吧。还不让我暗杀一下。黑帝斯。黑帝斯哦，这把还不能装备。有了，差多少？差三，太惨了 ！QQO， 死定了！修仙才四格已经算高了啊 ，OK 了啊，不差了呢。没关系啊，先慢慢打。如果他指挥官暗杀不掉的话，我们还有别的方法可以打他。我不担心。你要想想看，我们可是身经百战的战士，好不好？这个营区在百人里面取一颗人头，如同探囊取物啊！什么意思？就是说我的锦囊哦，打开来把东西拿出来是一样简单的。皮蒂的袖剑都升到金色满了，老大你还是可怜的蓝色 WWW。他们那玩的时间跟我不一样，好不好？他们那时速，你要跟我比牙齿啊，对不对？那时速不能比，他们时速多可怕、啊，不要开玩笑、啊。我先换一把那个好了，把那把拆掉了之后应该还够一点点。多少？两个，还差一个，快了，这可以把紫色就好了。我要的不多啊，就是一把紫色武器。我靠！三小 ，Ubisoft， 你在干嘛 ？Ubisoft 干什么？这什么东西 ？Ubisoft 不要闹哦 ，Ubisoft。Ubisoft， 不要闹哦！不要闹哦！我这么信任你，你不要闹我、哦。完了 ，Ubisoft， 你在玩我吧，对不对 ？Ubisoft， 可以，这可以爬吗？好像出不去，那没办法出去的样子。对啊，进来了。进来了，进来了，欢迎进来了，出不去。完了！我这样可以刺杀到他吗？如果可以刺杀到他，搞不好可以错位跑出去。有办法吗？给个机会。不行，他也没发现我。
GG， 这口要叫他过来哦。哎、欸，好方法哎、欸。那大家，大家等我一下，我上个厕刚才接个电话哦，那个我银行突然多一笔款项，他问我说这个汇入款是不是要给我的？啊，我就跟他讲说确认一下那名称没错哈。啊，所以刚才那个其实大家只是幻觉啊，啊，大家只是幻觉，没关系没关系，这个幻觉很快的消失了啊，很快消失了，大家别担心。啊、哎，怎么办？过不去啊！我先把它吹过来好了，我把它吹过来。还是我有同样的方法可以出去，他竟然在边边卡住了，有办法过去吗？我知道了。这边呢？他不过来我这边啊？有吗？不过来就是不过来。这是什么法外之地啊，我摄影机还出不去外面，拍个照片好，记个念，说我现在人在 Ubisoft， 快速旅行，快速旅行要跑很远啊，地板会吹口哨，所以你知道为什么刚才去尿尿就是因为这样，所以你前面可以爬吗？我想找地方爬出去看看。哎、欸，好像有搞头。这里呢？从哪里进来？从哪里出去？可是我已经掉下来，错位掉了、啊。我刚才原本那边是可以，是就是刚好是斜的地方，有没有？他那个船斜的那个位置。然后一横移之后就直接整个人跑进来了，哎哎，有了有了有了，又掉回去了。可是这边可以爬，所以应该是这个位置，然后看能不能把它挤出去外面。我们这个时空要持续久一点，这样看看会不会有那个，等一下 UBI 的人会跑过来。然后他们，如果他们制作师看到这个，他们的制作团队看到这个画面，不知道作何感想。他就说啊，我们的游戏又出包了，我们的游戏又出包了 ，nice， 哦，有了有了有了，终于爬上来了。哎，不行，可以游泳吗？不行，不能游泳。可是盖那边应该可以爬，我再试一次这个位置。哎，有了，上来了。然后我转个方向呢？不行，哎、欸，有了，差一点，差一点，差一点，刚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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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近了，接近了，吹哨啊！我就刚才那边吹哨，不知道行不行，距离是有点远。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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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态变得更神奇了。来，我们把它拍下来，我让我朋友看到这一刻历史性的画面。有了有了有了，越来越好玩了。空中滑水啊！看到我，看到他，该看到我了。有哎、欸、有哎、欸，他刚才好像发现我的存在。这是什么地方？发现我，发现我了。我拉过来，拉过来。哇，拉长。
怪，他到底怎么看到我的？我好好奇。啊，他拿弓箭射我。他下来了。哎呦哎呦哎呦 ！There you are. There you are. 弓箭射到我啊！哎靠，射到我哎、欸！小贼，过来啊！跑过去啊！我下来之后，他的视野就消失了，所以我只能在盖那个位置的时候，他才会有视野。其实这是陷阱，专门抓你这种老鼠，是不是？可是我刚才那边好像有效果，我看这边行不行？搞不好可以，因为我刚才那边你大家有发现我是左右移动一下吗？真不行，还是从刚才从那边从这个位置开始上去吧。好，试试看他们会不会被我拉进来。我们多弄几个人把他吸到黑洞里面。这三小，这画面真的很好笑。哎、欸，又爬越上面了。刚才发生什么事了？哎、欸，发生什么事了？等一下，我刚才好像弄到什么不知道什么东西，我整个人飞到外面去。我现在离那个墙壁外面只有一线之隔，有没有？我刚才机器都在外面，所以还射得到我。不行，还是掉下来。可是我刚才那个角度很特别、欸，我应该可以飞到那种奇怪的空间里面去。我看能不能穿到地心好了，因为之前全境封锁也有这个 buff， 就是你在错位的时候有没有，你一直拉一直拉，然后你人会钻到地心里面去，可以看到整个世界整个地图这样。我们来试试看。可是其实会发生这种事情，我觉得它也有合理的解释。它可以说就是那个记忆探取机呢，对不对？就是发生了错位，所以这是有 bug 是很正常的事情啊，对不对？但大革命就是故意做成这样子的，只是玩家不能理解我们的苦心哦，完全模拟还原那个东西，所以我们才故意弄一个哦更新档，让你觉得好像啊这是我们的问题，不然会显得好像玩家智商太低这样。有这边也有个密道，就是要这种比较小的那种横杆，你要往上拉就有机会。我想要钻到地里去，没有机会啊。这个哎、欸，真的你要遇都遇不到哎、欸，这个很难得才有机会可以这样玩，你懂吗？就是这不是常常就是你要玩就玩得到的，主线任务什么时候过都可以，但是这个 bug 不是说你想过就有的。哎、欸、，boss 下来了，我可以在那边射箭吗？试试。他吓到了，不吓到。I'll deal with you。哎有哎、欸。Alarm！Alarm！ Alarm！ 哈哈哈哈哈！史上第一个自动送头的 BOSS， 他头还滴滴给我射哎、欸。Find you. I will find you. 头上插这些跑掉，他也跑掉。哎、哦，有了有了，轻功水上漂。啊，可恶，没了。这个位置可以。每个都秒头啊。哎、欸，我这边有没有机会可以暗杀他？我把他引过来之后，我看有没有暗杀他。Is dead. That's a promise. I hear you. On my way. Come on, let me 暗杀. Come on, let me 暗杀.
Alarm! Trouble here!过来让我暗杀，快点！换个位置啊，那边好像有那个斜坡，他没办法过来。躲起来了啦！行不行啊？拿枪戳戳看哦。哎，对耶，拿枪搞不好戳得到哦。有道理耶，你好聪明哦。被口哨吸引，他站在这个位置，我可以戳他头，应该戳得到吧？不错。哎，有人来，白老鼠一号。不行，还差一点。不行欸，好像被一个不知道什么东西挡住。可恶！算了啦，快速旅行了啦，都没办法成功，我好难过、哦。我真的想要来一个绘图转身，就是粉墨登场。大家真的想说奇怪，人在哪里？人在那一瞬间有没有突然有一个人影从那个地底的深渊掏出一双那个黑手，将敌人拉进了地狱。他们的恐惧感一定会直接滑那个升华到最高点哦。届时一战成名，绘图转身，绘图那个绘图卡转身啊 ，PS4 的绘图卡转身，你的绘图卡快要炸裂才变这样，好吧，我先快速旅行吧，能不能飞回去？二神道，中二转身，哈哈。绘图卡转身，惨了，原来是绘图卡，吓死我了！哎呦，快笑死这个绘图卡转身，心中斩首。对啊，我看 bug 不能搭配一些比较好笑的，还是说爬墙的时候翻滚，是不是有没有就要滚到土里面去啊？我觉得我真的很下次应该好好的试一下，看能不能滚到土里面去。如果可以滚到土里面去，真的那个整个都值得了，非常值得哎、欸哦。可能有人不懂玩 bug 的乐趣在哪里，我觉得它的乐趣哦，真的是大于去破这些主线，因为 bug 这种东西，其实你真的要遇，真的遇不太到，有时候都是要运气，对吧、啊？主线里反正你什么时候去破，它就在那边嘛，你也不需要赶，所以我们要花多点时间去。把这个游戏玩坏掉，那变阿黑眼，眼睛整个翻白眼。绘图卡转身，哎、欸，你知道、啊？线上游戏玩 bug 也很爽，可是会被锁。对啊，比较可惜。哎、欸，怪没有重生哦，他们睡着了。真的假的？我们叫他玩一玩，他突然睡着哎、欸。大白天在睡觉，人家没睡啊。Start in the place。哦呦！不要逼我绘图卡转身啊 ！Start in the place。哎，戳错人了，不好意思。那个人直接跑掉哎、欸！起来！27等算什么啊？5等屌打！起来！这个运气该去开箱车武器了。W W W。对啊，我觉得开箱车武器应该蛮有搞头的。有了。
好，对，队长死了，现在只剩宝藏了。王在船上面，看到了。阿姆的任务呢？阿姆主线任务不见了。我们主线任务不是要救人吗？有了，注意啊！等开新服装再抽，再赚就好啦。其实我有个赚钱方法啦，不过那个其实有点枯燥乏味。赚钱法，还是我到棺材的时候教大家怎么用啊？你觉得要教吗？那招还蛮贱的。那招我是自己封印起来了，我就自己把它封印住，不然我现在刷一刷的话，我现在搞不好钱早就已经全满。点这个，点这个，这个没点。这干嘛？神技你不点？全满状态啊，还好吧？一开始见面就可以用大。那我现在也可以用大啊。我有那个技能啊，要教一下是不是？好啊，我等下可以教你们啊。赚钱神法就是要花时间啦，可是你可以一直无限赚钱。You are dead. 哎呦！哎呦！对啊，巡查官来了，糟了糟了糟了，救人先。Please, I've told you everything I know. Who are you? A friend. Hold still and stay quiet. I will get you out of here. 自个人，自个人。巡查官来，赶紧走，赶紧走。看到他那个头像了没有？那头像的意思就是说，不要惹他，你懂吗？不好惹。他来检查这边的船，因为他听到船上面有异音，有没有？You die！ 然后来抓臭。哎呦，他射到那个人的屁股。打屁哦！来。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我现在应该可以打了啦，已经24等了。God, thank you. Did Hotefrey send you? No, but I must find him. 有人说巡查官可以暗杀吗？应该是暗杀不掉他，但是他可以把他打掉很多血。等差很多可以直接把他杀掉。真的？ And is marked by our symbol. The crocodile has hired mercenaries. 鳄鱼雇佣兵在海上，湖泊上的一个灯塔要塞。他们就可以把自己跑出来了。商船，巨大雕像吗？那应该是蛮好认的哦，在这海上。我们先开个老鹰过去看一下。主要是我们现在那个船不知道能不能弄。巨大雕像的船只，在那个位置吧。太远太远。几天直接把铁羊暗杀、哦。哎呀，这个搞这种暗杀流是吧？我们这个就是光明在那的战士，这时候又没什么刺客组织，哦，刺客组织，第一代刺客战士，对啊，然后他是觉得说打打杀杀太累了，所以他才创立了刺客这个组织，然后当就是设立一些法规，然后才有刺客，是吗？乱讲，再骗，字面上的意思嘛，刺客教条，没有吧？我觉得应该不是这个意思。到了，到了，在前面。所以他的船只，他为什么要载雕像？应该是有他的道理在。可能是要拿来干嘛？就是把希腊的雕像拉来埃及这边放吗？放一放增值之类的。这台吗？哎、欸，看到了。这个位置啊，黄金角岛。有三个宝箱，好多哦！刚才说刮一下，我现在缺钱，下面有什么东西？河马，直接接选。我的方法，我的做法，我的做人。So, now they send the son of Egypt against me. It
has been a long time since I spilled so much blood. 这是试玩版的内容吗？对，就是那时候试玩版的内容哦。大家还记得我在 YouTube po 的那一段影片？哇，待会就是那一段了吗 ？And what do you want? I'm Bayakusiwa, and I seek information on the crocodile. The phantom that has brought Fion to its knees. What could you want with him? 我的面食神像。He belongs to a group that is destroying Egypt. I intend to hunt every last one of them down. Bayakusiwa, you don't know what you are up against. The crocodile has transformed not only the land but the people. Those who do not cower in fear.Are made to work for him. And you have no idea who the crocodile is? I stole a ledger from a Greek magistrate I suspect of corruption. It should reveal the identity of this crocodile. And if we get it to Apollodorus, we may be able to bring down the whole organization. Where's the ledger now? I gave it to my wife Henut to hide. 不会啦，不会。As long as the Ptolemies think it's with me, my family is safe. 因为那时候我看到他就说，这个人他算是。比较清廉的人啦、啊，他就是比较清廉的人，他们对这种东西其实嗤之以鼻，所以他私底下也在调查这件事情。对，然后等下会问很痛，因为试玩版的时候其实就玩过这一段。看他手上拿什么 ？Take a look around my ship before you go. I keep records of local problems which may have the crocodile. 快乐的一天。搜索下记录吗？失踪人口。有人传说是恶魔的鸟人。Entire villages of people have disappeared in Pisenharis. There are rumors at the caravanserai that demons have invaded. Demons? Demons? I have never seen one. 对啊。I should check this out. 可是为什么他们要特别运那个埃及雕像走啊 ？Dedicated to. I am praying for the people killed by fires in Dionysius. Someone is burning down their farms. You Magi. 可看看还是新的嘞。所以应该是刚铸造好，要准备送去什么地方放一放，对不对？应该是这样。一整村的人消失了、欸，有点可怕。Demons. I have never seen one. I should check this out. What are you doing?A mysterious plague struck the poor in New Hemeria. Their bodies are being burned, cursing their souls for eternity. They will never reach the field of reeds. I am trying to find a cure for them. There is always a cure. I just need the right combination. 我来帮他找药。Burning the dead. What madness is this? 焚烧死者，因为当年是还没有焚烧死者这种文化出现，要么就是说尸体要保留嘛，对不对？不保留就不能够绘图转身。所以，对他们来讲，烧尸体、烧死人的尸体，真的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坐下啦！哎，怎么变坐下了？不是，交换。哦，借一下，我等下还你了嘛，你不要小气啦。我待会去帮你们这个寻宝嘛，找到之后我们五一分嘛，对不对？那你说其他的四神跑哪里去了？不好说嘛。我们的五一分嘛，我五你一啊，是不是很公平啊？不然这样好了，我二你一嘛，这样很公平啊。其他七神去哪里啊？这个不好说嘛。等我一下啊，让我搜索一下你，你不要跑、哦，你那开门开走，我恨你一辈子哦。我做梦都会跑去找你哦。其他七神，不好说。哎、欸，铁的不是这个不是那个吗？我现在要缺紫色装备可以做铁器，因为紫装是铁装嘛，然后蓝装是铜装。哎、欸，这有个人死在这里，是吗？不是，是他被河马咬死，应该在水里面。抢铁矿船啊！我搭抢啊！我先把这个宝箱找完。船不会跑。有了，这边可以降。等一下吗？水深，漂亮鳄鱼。你知道有个方法可以一直往前冲刺吗？怎样？这边一直扣氧气。按这方向。对啊。啊，还一种方法可以让你一直在抖动。
中风，这感觉像脚抽筋哎。对啊，只有一个啊，这没有哎。后面还是海底下会有洞。你离开了，我离开了吗？他在目标，真的哎。他如果在目标区内，他左下角会有那个会显示就对了。在水里面，不管你在哪里，我都找到。再把船开走啊！啊！就叫你等我了，你那边偷开船，这种人言而无信，算什么英雄好汉？对吧？是不是？是不是该惩罚？我好像打错是不是？哎，没错吧？我应该没打错吧？对啊，没打错，我还以为打错人，还有吓一跳。是神鸟。神鸟，那是为什么？你说我后面那只？有人被河马攻击。他的这边吧，按那个、啊。哦，有了，哦，舒服。还有吧，还有一个，一下吗？说好五一分，为什么偷打我？你想绕跑？我不打你，我打谁？打我自己吗？哎呦，来。我来救你！好，然后接下来去抢那个运铁的船嘛，在哪里啊？刚好在附近啊。拿到一把亡人斧，运铁船在这边吧？是这艘吗？问号，没看到啊！这边。我还有一把运木头的，赚了。这个老乡啊，我真的不是故意的、啊，跟你征用一下啊，我也没有带你做这个要做什么事情啊，就是去跟别人借个东西啊，啊，借什么东西啊？借一个好东西啊，待会我们也是三二分怎么样？不用啊，你帮我船好好开回去就好了、啊。船带还没缴完啊，船带是不是？船带没缴完啊！还有五十包米要还人呢、欸，每个月还完一包啊！有两把冲换来的。Best not to draw attention here. Time to die. 收工，走人。老乡在干嘛？老乡，你怎么抢劫了？老乡，怎么抢劫？讲那么难听。五十包米也太多，真的超多的。这边也有吧，对不对？这边有吗？无法使用。来尿尿。这包是运什么的、啊？木头的。That's it. Die.我烧船，有人自焚。哇，好凶！哦，痛！他们那个木头那跑到哪里去了？后面吗？哎，烧死了、欸！哇，好爽哦、喔！我这样爽赚20木头，20钢铁，超级爽哎、欸！直接升级还剩20，超扯！下一个等级是要多少？22，所以我现在只要收集5个硬皮跟2个铁就可以了，直接跳2等，哇，好爽！太爽了！啊，船呢？哎、欸，老乡的船不见了。沉了，他的船沉了，你看那船吗？船带还不完了，刚买的船就这样沉了，这样没船怎么办、啊？没船要走很远、欸，爽！好，那么接下来是说线人的妻子在这个港口这边哦、喔，那我们应该要顺着路过去啦，比较快一点。但是因为现在没有船，如果有船的话，直接到那边直达。我去弄一艘船来好了。后面还有船，把亡人斧分解哦。
可是我还没拿过亡人符，想用用看。我可以直接射路标，叫他带我过去吗？哎，反的啦！哎呦，会嘛？哎呦，不错哦，不错不错。他怎么没动啊？大哥，你也动一下嘛！我来，我来。My need is great. 这边这边，前面700公尺哦，一个港口，在什么艾赫梅利港？山顶上刚好有一个神殿，我们来过去看看。我觉得亡人斧应该是不错用，亡人斧它的伤害应该蛮高的，而且可以破盾。最好价值就在破盾，因为有些后面的兵嘛都会带盾牌，那盾牌第一下敲掉之后呢，他们还是可以继续攻击哦。这个其实是很麻烦，有人在放风筝呢，是不是？右上角，我看有那边玩风筝。沉默的三鬼战神，新地。战船封锁线是把港口给封锁了吗？没力啊，五六不能往，我等下再去捡啊，那个不急不急。宝藏这种东西，我棺材私底下会自己去捡。那主线任务比较重要嘛，不然真的我就没有在破关的一天啊，总不能两个月都在玩吃个教条吧，说不过去嘛。炉石也亡人符。对吧？好，好，闷声发财，好，可以啊，可以啊，不要啦，不要啦，还是要，还是要换点游戏啊！我的鼠人都还没打完哎、欸，我的鼠人，对不对？现在一二代那个地图又合并了，我还不打个互动。他在墙上面写了一串字，他说：“躺在该死的贫民窟，痛苦着。”我获得港口塔楼的药管理人职务，他们付的钱只比我所输到的食物还多了一点，还可以吃饭跟住宿，工时很长，不知道什么时候呢可以再见到你。如果再让我听到哪个希腊人讲什么共有龙，共有繁荣的话，我已经吐在他身上，就跟那时候日本有没有大东亚共荣圈，差不多的概念了，大东亚共荣圈。啊，有看到了，他妻子就住在那个地方了，还蛮近的。来，我们走一波，一手战锤，一手刺客，太累了啦，没有那么累的。怎么了？话说呆呆兽牧师今天骑魔三次都只能攻破恶魔的第一层秘密丢丢。你也跑去玩了、哦，呆兽，你也跑去玩那个，那游戏真的是有够鸟的、欸，真的是超级鸟的，太难了啦！那第一层秘密破完之后，我觉得二三层根本不让你玩了。怎么了吗？ Don't worry, I won't let them. 他家被抄了。Henut? Yes. Hotefre sent me. I am here to help, and I have your daughter's doll. Great.I was awaiting word from my man. Thank you. Come, eat and we can talk. 哇，这个游戏第一次遇到的妹子啊，姐姐，小姐姐，玛丽啊，神父奋盖啊，太难了。卡哇伊呢 ？Oh, I love my new doll, Bayek. I will name her Iset.And she will be the protector of all Fayum. 好 Q 啊！他还荣耀我，有没有？他用他的守护者来荣耀我。Soldiers with torches patrol every night.
and this arms kitchen was practically razed to the ground. They have left Shadia and me alone at least. 什么预防性羁押？我不是带有色眼光看待他。你们是想什么预防性羁押？我是不能有父爱吗？ Can you take me there？ 是不是你有这么可爱的女儿？你是不是觉得很高兴？ That may not be safe. The Ptolemaic authorities seem to be working with the crocodile. It happens every few days.Don't worry. 鬼父爱。They wouldn't dare touch someone in an official position. Shadia, show Bayek the way to our home. 多拍几张。怎么换脸臭臭啊 ？Come on, Uncle Bayek. 为什么突然脸臭臭？他说：“臭叔叔，不要靠近我，臭叔叔。”惨了惨了，我眼先轰动。臭叔叔，勇敢说不。妹妹，如果有人乱摸你下面的话，要说不哦。You can see my house from that roof. Follow me. Follow me. You are not afraid of heights, are you? 你看这个父子一起，有没有？奔在这个大草原上那种感觉，哇，好甜蜜哦。就有一种那种。亲子密切的那种互动，很开心。然后那个两个对望这样。Hey, lead on, little one. I will follow. 然后爸爸看着这个女儿呢，爬上这个楼上啊。我的姿势不太好。Where did you learn to climb like that? That looks like fun. 笑屁哦！其实巴耶克也是蛮孤单的，他又是因为他自己失去了儿子，有没有？他对小孩的态度都特别的亲切。哦，感谢我们的 Close Bros， 感谢你。Don't worry, your mother and father will look after them. Where is your house? On the hill there. See it?Yes. And soldiers. 哦，所以我要到里面寻找上车。It might get dangerous. Nothing bad will ever happen to me. Iset can fight, you know. She will protect me.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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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 Bye, Shadia. You and Iset enjoy your life.再见了，妹妹，夏蒂亚，夏蒂亚，拜拜，要好好做人哦，要好好做人。靠，这时候突然有种洋葱上来了，你知道很讨厌哎，因为我试玩版的时候玩过了，一岁的时候试玩过了，瞎屁哦。啊，你可以啊，这个好像在。《世纪帝国》好像有听过这句话，不知道什么意思。啊，你可以啊。That's cool. Did we find the legend? Not yet, but it won't be long. The captain. 我问楼上那个人。我现在我的伤害够。Stupid Egyptians, Lacos. Henut is a marked woman.Loyalty to her will get them killed. 哦，他的家仆出卖他们哎，他们的家仆出卖他哎。靠，这些人真的是没有良心，有没有被拷问或者怎么样？看，好怕好怕，我要把一切都抖出来。懂不懂？你知道远大的志向，对不对？就因为这样这点阻碍，对不对？十几个人而已啊，还一幅画，我把取名叫做说，看春画靠靠，精进人王图。穿墙，教你怎么做人。
我希望我的父亲可以回家，我想念他，我要看看，然后让他看看我的新玩偶。我有个主意，我听妈妈说要帮他们藏起这些卷轴，我会来帮忙。如果带他们的话呢，父亲就不用担心了。哇，他的日记如果被收到的话 ，GG。Gods, Shadia. GG. She has the ledger, and I sent her back to her mother. GG 了 ，GG 了。I have to find Henut before the soldiers get to her. 他写这个日记害死他自己。What have you done, little one? You cannot play games with the crocodile.Stay there, you. Shadia. 救济餐厅。你看人家这样子，还帮助这些证明。为什么？为什么 ？Have you seen Henut? Is she here? The soldiers just came and took her to the lighthouse. Young Shadia too. Henut argued with them, but they would not listen.Something is wrong, isn't it? This has never happened before. Get word to Hotefres. Hurry! Hurry! 完了。Damn all this! Henut and Shadia are at the lighthouse. I need to get there now. 灯塔就是我们该来的地方。Neck! Neck! Shadia! Fuck. 这里。血债血偿 ，Nick， 前面，啊，被抓到军营里面去了，哇！一个27等的，26等。What have we done? Gods, what have we done? Easy, brother. The crocodile did this, not you or me. Surely it must have been necessary. Say that when the nightmares come, we watched and did nothing. We are not innocent. 我们一点都不无辜。那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冷眼旁观？你懂吗？漠视等同于谋杀啊！漠视等同于谋杀，你就跟杀他有什么两样？I should be cautious around here.我会在那边很贱呢、欸。有啊，他回头，他回头。起来！这一刀是为了夏蒂亚的。起来！就是你这个冷血的家伙！我啊啊啊啊啊！对不起，大哥。马上就道歉，我会怕、啊，他太强了，我会怕、啊。
他等级太高了，我很怕、啊。不要这样啊！好，灯塔。地方有这边的地方，应该上面只是宝箱而已吧？怎么了？夏天，夏天，哇，藏这么远！哇，老乡，你来太慢了，我都已经游到一半了。老乡直接热情支援欸，来不及了，我要找到他。不，下地啊！结局是怎样？可是还是好想哭、喔。洋葱，然后怎么会黑画面了？It is over. The crocodile has won. The ledger lost.My daughter, my Shadia. He has taken everything from us. He will pay for this, and all those who serve him. None of that will bring Shadia back. No. But at least you'll have the comfort of revenge. We both will.I hope so. I will do anything I can to help you, brother. Has Henot been able to tell you anything? Only that there were other men with the soldiers. Large, imposing warriors. One red-haired. Bandits? Soldiers? I believe they were gladiators. From the arena in Crocodilopolis. Seems this...This monster uses fighters to do his bidding. I will find this monster, friend. He will die. Oh.
悲情的恋人，一个希腊人与埃及人在这个异地中相恋，他们的爱的结晶如此的天真浪漫可爱，却毁在了一场政治的斗争当中。一个天真无邪的女孩写的日记，却成为她之此生最后留下的那句话：“吉吉，唉，难过啊，难过啊。”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应该是要再去找鳄鱼哦，可是我不知道鳄鱼的人在哪里耶，可能要去找他的位置。因为他跟我讲说，鳄鱼呢，他是利用一个竞技场的角斗士帮他做事情。那照来讲的话，如果去那个竞技场，应该可以找到什么线索吧？应该啦，或许 maybe。好，28的鳄鱼之鳄角斗士在什么位置呢？他的位置有点远哦，已经到另外一个岸边了、哦，尼罗河的另外一个位置对岸去了。哇，有点远哎哦，鳄鱼之鳄。我觉得我在过去之前呢，我先解几个支线任务，我们把这个城市的东西稍微解一解，不然的话呢，以现在我的等级过去应该就被屌打，28等太高了，差4等。先让我把武器先升上去吧，这是我的那个刺杀型的武器。对，等级差可能打不过。因为待会也是不能刺杀的嘛，所以除了刺杀型武器要升级之外，一般武器可能也要升。神鬼战士。哦。I see you bear the markings of old Siwa. Is that a real Magi badge? How much would you sell it for? 他买的干嘛 ？Siwa is my homeland, and it is not for sale. Everything is for sale here.You should visit Valley Market to the east. They have Siwan treasures, not the normal fake stuff. These. 找鳄鱼去进机场。I would be interested to meet anyone selling genuine Siwan treasures. 黑沙玩一点吧。Sure you do not want to sell that badge? No matter. Look for the stall under the bird's nest. You will thank me. 怎么这么多人在卖洗碗的东西啊？到底？对啊，为什么大家要卖洗碗的东西？100公尺，是不是有人特别偷盗，然后带来这个地方？哪边 ？Plan B， 战士升满就好，反正是 Plan B。没有啦，还是要点一些刺杀型的技能啊。我觉得刺杀技能蛮有用的啊，像那个潜行或是什么烟雾弹这种东西都还不错啊，有它的效果。这里喽。Did you hear about that new stall with the treasures from the temple in Siwa? From a temple? Are you crazy? You don't want something stolen from a god? Wait, are they real? Why do you think they are so expensive? 阿蒙的生命之福。My whole life for an ankh of Amun. 超扯哎！哎，那我就做个伪造品，你们也是要的不要不要的。对不对？我阿林斯弄个符水，你们都喝到这个怎么讲？不要不要，马塞马塞啊！搞什么鬼啊？太迷信了吧！而且怎么会有人敢去偷神明的东西？你去偷神明的东西，这样会得到神明的祝福吗？你没想过这不是很矛盾吗 ？Welcome, we have many unique treasures for sale. Would you like?Would you like? 是不是你 ？This is your store. Yes, mine. Many unique treasures from faraway Siwa. Would you like? Not fake. Have you got anything real? I'm sure these are not your best pieces. What do you mean? These are real. Are real. More expensive ones at my camp. I can take you. Not far from here.You follow. That Magi badge, not very good, you know. We have better ones. 还要卖更好的是啊？我的真品呢、欸、？These are the treasures of yours. Are they fake as well? I told you, not fake. Oh, how did you know?
My treasures aren't really real, but not fake. 不是很真，但也不是假的。My mother has some real ones anyway. 不是很真，但也不是假的。I have a secret. I was once a Magi in Siwa. I've seen the real treasures. No, not fair. I made them all myself, you know. No one else can tell. Do not worry.They are very good fakes. 因为希瓦他们刚好在那个先王的之墓的附近、哦、然后旁边有一个很大很大的墓穴，那边有很多人呢会到处去那边偷一些先王的一些宝藏，所以那个主角他之前住希瓦就是在守护先王的一个守护者，帮你指个假路。他对小孩子都特别的温柔哎、欸，你有没有觉得？什么鬼地方？啊 ！My mother, oh no! What can we do? Something is wrong. Something is wrong. Do not be afraid. Lucky for you. 我是真货。Lucky for you. Stay here and keep hidden. Lucky for you. 还好我是真货啊。I've got a nice sword. Would you like? 我要怎么用那个导引剑啊？我没办法用啊。黑帝斯之名，神的名字是你乱用的吗？我觉得让他死，让他死的这么的简单，真的是死不足惜，好不好？我们换一个，我不想让他死这么简单。我觉得你要死的更痛快一点，想绑人质啊？嗯？哇、哦！啊！啊，那个下巴，那个下巴有没有？他们看起来不像埃及人啊，他们看起来不太像埃及人，我觉得。开剁，直接开剁，亡人斧剁起来就是爽。哦，我真的很喜欢这种武器。TV，杰豪。Take anything you want. As I told them, I do not have any money, but I have many unique treasures from Siwa. Mother, he is not a bandit. He is my friend. Thanks for saving us. I guess you are real. Sorry I said you were fake. He saved us. We have to give him something. 给我个假的希瓦守护者标志好了。I've got something. Here. This is a genuine imitation Siwan Kopish. It is very rare.希瓦炼壮剑。Please take it with our gratitude. Mother, he already knows. Thank you. I'm honored. Yes, I can tell. This one's really real. There are almost none like it. May you multiply happy years. 货真价实的赝品，最赝的那一种。笑死！哦哦，哎有哎。是给他说这把剑受诅咒，一把这个赝品哦，它并非出自希瓦，整体做工平庸廉价，但它造成的伤害呢，绝对价格不菲。传奇剑，还行啊，还行啊，只不过它有一个诅咒，不知道什么意思，诅咒感觉好像是会有伤害怎么样吧。赝品不会念，我觉得有些字本来比较少用，就比较少念嘛，不会也合理啊，还好还好。他可以念假佛啊，受诅咒限33%血量，剩一格血，那还好啊，那还好啊，有技术的人血不用多，就像我，对吧？大家有目共睹嘛，是吧？血不用多啊，主要是你有实力就可以了。
这为什么有个死在城市里面？我没技术。好，都你们说。膨胀，你刚才是不是在跟王道歉？没有，哪里跟他道歉？这叫做这个美德嘛。常说请、谢谢、对不起，世界更美好。我是在让世界美好。有礼貌运动，身体力行。 什么叫做熟了？什么熟？不懂什么熟？哦，感谢我们的 QOUSTA， 感谢订阅。美德，他怎么会死在城市里面啊？这个人，我来救他看看好了。我们把他弄到25等之后，我就去打竞技场，差3等应该没问题。I should investigate this. 为他报仇，怎么会死在这里啊？ JGG， 这个 JGG 真的不太行。JCGG 哦 ，JCGC 啦，不是 JCGG 啊，就是那个小房间里面啊，这会有难吗？邪恶的孩子偷窃。Attack on sight here. What's wrong with you? What's wrong with you? 有人跑下来了，聪明。他应该走回来吧。 要猎食者是攻才跟用导弹剑，可是我现在没有强的猎食者攻，我可能要等一下。还会聊天，没有路可以下去。这个人他应该走窗口，可以把他干掉。 没问题。有没有看？就是菜嘛，就说你们这些人菜。这种打不死。你看这么简单，难度在哪？没有难度啊，没有那个鉴别度，你知道？这个 GCJJ 就死在这里了。 有了，两个捡到了，运气真的很非洲哎，怎么都是给我这种装备啊，好非哦，真的不行哎吼，都是蓝装哎，这不是有个任务吗？对啊，超非的啊，你一把紫装都没有。 黄金27等的技那个等那个技那个不是等就是技能，27等的任务，黄金哦，不知道这个会不会有钱？去厕所洗个手，看能不能手气变好是吧 ？But I'm telling the truth. Silence, boy. You will not. 哦，原来这个任务是偷窃啊！拔不到妹妹就拔头，拔不到妹妹啊！拔。 哦，好清脆，很真实 ，so real， 我喜欢，他们就是演真的，没有在给你演假的，有没有？就是敬业的演员就是要这样。当初动态截取这个应该打的也是蛮痛的。三个黑人，今天各种 bug， 又抽到蓝装，超非洲。 Priest， what has the boy done to deserve this？ This has nothing to do with you. Back away. The boy will get what he deserves. I serve Sobek. I am a slave. Boy, what are you accused of? I was charged with ferrying 2 gold Sobeks to Crocodilopolis. Just out of port, my ship sank by the lighthouse. I almost drowned. The statues were lost. I didn't steal them. Silence! And you, step back, Saethi. Wait.
Do not threaten me, Neb. I am a Magi. If the boy speaks the truth, I will find your gold sorbex. If he lies, he is yours to deal with. 好办。所以呢，他这意思告诉我们说，等一下去找黄金。找到黄金之后有没有？你还打？不是，都不要打了，有没有 ？Speaking from a god is the gravest of blasphemy. No punishment is too great for such a transgression. 我帮你们分离了，先让你们分离。Sobek is swift to judge the profaners. 我在这把黄金干走，你还回去归位干嘛啦？白痴哦 ！This worthless boy is an example. He's a caution to all those. 我要站他的位置，我看你怎么被打。来啊 ！Beware, earthbreakers will have their just reward.No man is above Sobek's law. 该取抽箱子了。W W W. Justice will be done. Let this example instruct you in obedience and faithfulness. This boy's punishment will teach us all piety. Examine your hearts. Judge yourselves before the gods judge you.Sobek is a healer to those who trust him, but his judgment swift to those who blaspheme. Be vigilant. Pay your offerings. Avoid the fate of this despicable. 为什么听到有人在唱歌啊？在哪边？Get, Shedit. Ooh, stealing from a god. Yenaj Harerie. Game on you. No punishment is too great for such a transgression. So be swift to judge the profaner. His many teeth will devour the other. Yeah, I know. This work. Ah.你脚怎么放下来了？算了。好，他说他的雕像是怎样，在码头附近，水里面会有可能吗？好像有可能性，对不对？码头附近，到底是掉了，还是被抢了，还是他其实就是真的有偷？两个。他来罚站哦，好像是有这么回事。二级等任务，这很硬哎，而且又是船，我真的很怕船哎，这关。我真的很怕船，有船的关卡我都有点恐惧，跟那种。哦，脱了就跑，菜鸡，直接被屌打，一刀一格，三下秒杀，埃及寻奇，信实吗？拥有神秘的能量，埃及寻奇。La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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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啊，不然呢？啊，不然那要怎么唱？你唱给我听吗？埃及寻奇啊，哦，你把你唱给我听啊，哦，蠢死了！假货船最快，铁矿不知道怎么拿，因为我有一个刷钱刷宝的方法，毫无限制可以免费兑换，不然猜到也没关系，真的吗？那我就无限猜就好啦。孙子兵法、哦、可不可以说是谁写的啊？
Art of War， 可能还是它是注解版，因为我看它里面是有包含说一些各大战役的。它有一个副标啦，我下次把那个说明找一下给你看好了。你要找给你看，我之前是去桃园的图书馆里面借的。对，所以有兴趣的话找找看，还是有人知道那本书，因为我昨天有问的时候有人有看过啊，有人有看过那一本，就是有一些战役嘛，包含说亚历山大几场战役，他都把它记载，里面有讲一些兵书。三等切菜。哎，好硬哦！不要爆别人船啊！伯克莱有。还少一个。那边还有鳄鱼可以打。哎呦，哎，水里面有眼镜蛇哎！蛇鳄大战，到底谁会胜出？啊，鳄鱼赢了。难道叫赚钱的方法吗？会啊，会啊。哎靠！真的不行！哦耶，有了有了有了！那我们现在还插铁矿嘛，插个铁矿都可以升级。盾牌拆一拆，不知道有没有机会拿到铁矿哎。金属盾牌，青铜青铜加四。不给个盾。不给个铁，没有铁吗？没有。海上比较有机会可以拿到铁啦，海上比较有机会可以拿到铁。这边吗？好吧，顺便去任务区看一下好了。氪金最快，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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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难不难，那个这个方法很简单啦，基本上。用这个方法的话，应该扫一趟可以赚个五六百块，应该跑不掉吧？五六百块。但你等级越高，它赚钱效率越快；等级太低的话，它的赚钱效率就比较差一点点。这个方法还蛮好用的，其实也没有，这也不是什么特别的方法，就是说你去引怪有没有？你去引怪，然后你到大概，假设你现在二十几等，你去那种十几等的区域，那种怪物都一刀秒杀嘛，就骑着马，然后到处拖怪，跑去军营里面、营区里面绕两圈，然后只要有一个指挥官不要杀死就好了，指挥官不要杀死，然后你就可以一直去绕，一直去绕，一直去绕，赚钱，赚钱，对，引火车，不是引火车啦，是引怪当火车啦，对。然后就拼命的拉，拼命的拉。那指挥官不要杀死哦。然后指挥官不杀死的时候，你下次再回来的时候，它里面又会出一些像那种特殊的精英怪，你就一直杀，一直杀，一直杀。啊，那别的狗！啊靠，那别的狗！我以为是鹿哎、欸。哭了哭了。今天为什么会有一个？怎么游泳？哎、欸，猫怎么掉水里面去了？等一下。猫落水了！啊？猫自己跳水？无法理解。I must be careful now. 划船划过去都要打我哎、欸！划死了。这招吧，然后你基本上刷一次营区可以拿个三把武器左右，然后运气好呢，拿纸装嘛。哦，船战，哦，他们等级很高哦，都是骷髅。我有点血，好痒，手好痒。
应该要刺杀他们才对。这到底几等啊？到底几等啊？到底几等啊？哎呦！投降输一半。啊！投降输一半。神喉咙紧锁，太痒了啦，打不痛啊！可以，可以了。神喉咙紧锁，紧锁紧锁，可恶！我要从船尾上去。啊，有人，一堆人来找我哎、欸。后面还乱个屁哦！我先干掉那个25等的，是26等小怪呀，里面乱。紧锁，把船打掉就可以了吗？不行啊，他还是会浮在水面上跟你打。水鬼，金门摸哨。紧锁。金门摸哨团。再发现，等一下，不速之客，哇，26等，大哥，大哥，我错了，大哥，大哥救我！他们烧起来，他们烧起来了。沉船了，想上船是吗？加油吧你！啊！笑死！补刀，补刀！
火焰弓。 哇！有妇女下船了，哈哈哈哈哈！她下海了，她下海了！哇，有新货，新货！有妇女直接下海，太猛了！好，我们去捡一下，捡一下，应该那个捡得到了。来，少妇，请上船。少妇上船啊，少妇！上船啊，不上吗？不跟上，我要走了。 为什么指挥官上拿不到东西啊？我这样有捡到吗？还是要确认击杀才有？这个吗？哎，没有啊，我没捡到哎。我有捡到吗？22，没有啊。哎。 东西会掉到水里面。 你说包包掉水里面去了、啊，先来看一下。拜托拜托，让我捡一个，捡一个，待会我就发达啦。就差你这个啊，给一下嘛。哪边啊？海面上没有。这个吗？ Oh yeah！哦，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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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死狗一呢，死狗一呢，红豆泥！啊，死狗一呢，3300，可以了，可以了！死到漏尿。好，那我们现在就把他们的那个东西拿回来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来去解主线了。今天进度还行哦，今天进度还可以。 I will return it later. 大家都在这边打捞尸体，四艘渔船是怎样？大家都在打捞就对了，超级凶哎！后面三个任务吗？我全部捡完的话太花时间了。我再捡一个之后，25等我就去打鳄鱼了。 这边这边，一个27等的，都是27耶！哎哎哎哎！ 被发现了。A golden statue of Sobek. It is beautiful. The boy tells the truth. 看来如果我玩四个，我可以点一下先知控宠物，比自己打还爽。我也觉得我应该点先知了，你知道？先知感觉比较强。德玛被卡住了，这边有一个，这什么位置？哎呦！ 这个吗？不是，这不是金雕像吗？
哦，怎么又是你这台舵头哇？酱菜，酱菜，酱菜！所以两个雕像都是在大船上面，小船上面没有。哎，真是八七，八七啊！圣杯啊，应该是有一个黄金雕像跟一个神像，两个东西。 河马跑来 pink 我。好，这回合一定行，各位信我这一把，信我这一把，一定行。反正我现在刺杀武器已经升上去，就差等级嘛，25等补正消失，3300伤害应该是可以秒掉不少人。不要在水底了，真的吗？欸、真的哎、欸。 那我该凑个什么热闹？你走开啦！不想理你了啦！走开啦！这里吗？哦，沉船了。还行哦，还行哦。 有了，有了。Golden statue of Sobek, beautifully made, just as the boy said it would be. I should return these gold Sobeks to that odious priest. Odious priest, 战士工。 看不到，好，因为箱子没拿，后面那个没差吧？后面那个都是只有2块钱的箱子而已，除了大箱子之外，其他宝物都不是很好。宝箱都拿了啦，宝箱都拿过了。你要看它上面那个有写一个图案的，那个才是好的宝箱。其他宝箱都是只有1-2块钱，没有用，完全没有用。 升级袖剑，小的会有200块，有吗？真的假的？我没有拿过，哎、欸，我好像有拿过，是我拿的是大宝箱啊。好，有了，可以交差，可以交差了，不要再八头了，好不好？我们停止八头，文明一点，当个文明人啊。 Stealing from a god is the gravest of. Priest, I have your precious golden sobeks. Your novice spoke the truth. 那怎么还他 ？This useless boy has been constant trouble. Many more punishments await him for his carelessness. Oh! Your base clothing is just a mask for cowardice. God, the gods, I hate masks. This has nothing to do with you, Saeti. Crawl back into your desert hole. I am Medjay, you dishonorable dog. I have the authority here, Medjay. Gods! Your authority is removed with your mask, priest. 对不对？ 就做事欺人嘛，多换个武器，欠杀，我还不敢再为这个正义制裁你一波，对不对？爽制裁一波，这血量只剩三分之一，有点危险。高手驾驭的武器，来。啊啊啊啊！ 啊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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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哈
乖一点，乖一点啊，乖一点。祭司又复活了，好，我们换一把，换一把也是煞气型的武器好吗？哦、不够煞气真的不行。铜锤啊 ！I am Medjay, you dishonorable dog. I have your sword here, Medjay. God. Oh.哇，他那个盾级直接爆我的态势哎，这个有够酷的盾级，你骂盾反。还有弓箭手在上面，谁来投射我啊？好，来了，看到看来绝世高手不是你。绝世高手不是我。啊哈 ！There, you die. 不行不行，我要正面干掉他们。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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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跑了要跑要跑了！啊啊啊！哦、啊啊，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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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搞定搞定！啊！守守护者来救你了，啊，守守守守护者，守护者救你了，啊，感谢我们的 CH86603302， 感谢订阅。Temple will not accept me. Sobek has left the fate of this gold with you. You can return to the temple or to your family. The choice is yours. May Sobek be with you. Whatever you do, do it honorably.Egypt needs priests who do not wear masks. 埃及不需要戴面具的技师啊。好，25等，稳。接下来呢，我们就带这个等级呢，哦，直接前往到下一张地图了。哦，觉得现在目前我这个真的是非常有自信心，待会可以好好的打一波。哦，看我现在整个等级都上来了嘛，装备也是顶尖一等一。哦，还有3000块可以来抽一个包。所以呢，我要抽包一下升级武器呢，你们觉得呢？我觉得我是可以把我的双刀升到25等啊，我先把双刀升上去，然后等一下我们去竞技场那边哦，挑战那个极限。双刀我用的还是比较顺手一点。要抽哦，啊，不升武器哦，升级很重要呢。来来来，升啊，先升一波嘛，升完之后有余力我们再来抽嘛。先升，双刀要升级的话需要，哇，3900多哎，伤害只增加一点点而已。咬牙弯刀，升到25等，伤害240。为什么啊？上面没有差太多啊，为什么差那么多？黄金之狼。对啊，4000块，还是直接赌一把算了。我直接去买一把，搞不好还有机会抽到更好的嘞。算了算了算了，我觉得我直接去抽好了。赌到那个最好的武器就赚，赌到赛那就吃土，好不好？就是吃土跟赚二选一，二分之一的几率。
我觉得，对啊，做人没有梦想，那跟咸鱼有什么分别？我要当人，我不想当咸鱼。不戳包都是纯血非洲大酋长 WWW 非洲大酋长，不会啦，应该是有机会。我发现远方那边是不是有楼梯啊？为什么地下感觉是有个楼梯？你刚才发现吗？在那倒影上面。来，今天非洲了这么久，也该开局来一个好东西了。好，我们来看一下，他是只有晚上出现吗？我现在没看到他的身影哎。啊？人呢？小子，等你哎，小子，啊，你的商店呢？怎么不开一个？小子，人呢？这是在干嘛？运送货物。哦，感谢我们的林贝贝，谢林贝贝。你看了角色的肤色吗？啊，歧视非洲人哦，过分。大地图会显示，刚才他没显示啊。啊，你看呀。版本很多。真的吗？他都会骗人就对了。怎么跑好慢。没被打过是不是？没被打过是不是？就打那么久，忘记追铁，对，拿铁的跑掉了。对啊，我觉得长矛还是比较好用，感觉相对比起来的话，那就是要拿弯刀啦。小屁孩呢？小屁孩不见了，怎么我要找你的时候你就不在？你不在？取回商品什么意思？哦，这里啦，有了，跟旁边有巡查官呢，我过去不会很危险？这边，好，赌一波好了，应该不会那么快被赌到吧？打，不要打啦！我们回家，不要打了，主线比较重要啊。打爆他，25-28有机会。会要传奇装啊，他装备不知道什么装哎、欸。我想要拿一把更强的双刀，可是他好像没有。莫非是冰人？体力差五等打爆，那就是硬靠啊！他花很多时间在弄啊，他们半夜都不睡觉这边玩的。Magi, your help is needed. I might even owe you a favor after this.商品，好，我们看看啊，买，拜托，来吧。
不想玩了。啊，这游戏好困难。为什么游戏会做得那么难呢？好，我们继续打鳄鱼任务啊。鳄鱼应该可以打了，28等。我现在等级差3等，应该是没问题。竞技场在这个位置，渡个河就到了。我们先过去。酋长，帮他解任务可以再抽一次哦。你帮他解任务那不算抽啦，他不会给你传奇的啦，就是给你一些道具这样子啦。解每日任务，好啦好啦好啦，我解，还不会给金色的。他如果给我金色的，那我解嘛；不给金色的，我就脸都那么黑了，人家就给一个紫色，我脸就发紫了，气到发紫哎、欸。气绝！这3000块存很久哎、欸，我昨天都没有抽，就是为了存这个。我的武器又没升级。对啊，武器升上去还比较好。气噗噗。好，我们看一下啊、哦，他任务是要干嘛？我解啊，取回商品嘛，剩9个小时。好，我解，好远。欸，其实还好，在后面而已啊。哎、欸，蛮近的、啊，好，那顺便就把顺便解掉吧。抽到金的、啊，真的有？还是因为我拿太多金了，所以他不会给我了？我金色道具一大堆啊！这样一笔洗天，超级欧洲。那边在探点，没啥钱。然后我就只有棺材会探啊，开台我又不像他们玩那么久，我玩2-3个小时而已。在哪里？后面。给个装备吧。后面。I was sure it was he who had brought down the curse upon Memphis. Many prophets. Many prophets.商品在下面。非洲！Boss， 臭屁！非洲！非洲！起床！非洲！非洲！飞啦！抱歉。抱歉。不许插光。
屋夜偏逢连夜雨。Hey, wait! Wait a minute. Going to get you. 非洲悲歌。来啊！天空竞技场，基隆特别的地标有没有？天空竞技场。哎，有了有了有了，打到装备了，可以拿去卖卖卖，我有钱，我有钱可以弄装备。这个装备应该可以卖个一两百块啊，还不错。现在拆掉了，天空好像拆掉了。来啊！有胆量就上来天空竞技场啊，敢不敢？底下还有吗？压走的物品。可以了，可以了。我跟你讲，我先杀那么多的士兵，哦，来增加我的祭品。等一下一个牺牲召唤，我两个三星的召唤出一颗八星的啊，青眼白龙没问题。对不对？先用两个三星的这种废怪召唤出一个高星级的，没问题啊，这个 OK 的。牺牲召唤我们学过。噔噔噔噔噔噔噔，这次一定没问题，没问题啊，没问题，一定一定给你金装。给你金装没问题，紫装统统都不要来。非洲，他是非洲，他马上就要去欧洲。The greatest of masters of craftsmen, forgive me. I was sure it was he who had brought down the curtain. 有了，都唱完了，该做的都做了。A gift for you from me and Lord. Though we already know Ra smiles upon you. Eh? 什么意思？看看是不是给我个箱子啊？还是没有？哦，那是抽掉的啊！啊！很难玩呢、欸，卖2000块，能干嘛？干那些弓卖一卖不好多少钱，一支100块嘛。追随者弯弓，真的很非洲，整个弯都非洲，这个小屁孩。他根本就让我做白狗。好，那不管了啦，我还是解一下那个任务吧，鳄鱼的竞技场任务。今天一定要打爆他，好不好？不然我难消我心头之恨。都是紫色的，我的人生只剩下紫色，顿时失去了其他的色彩。心很累吗？心很累啊，超累。卖一卖，抽来抽一下。我如果这样再把它卖掉，又给我个紫装，那我不就是拿多少5-6件紫装换一件紫装？我拿5-6件紫装加一大堆素材换一件紫装，那到底这意义是什么？我不懂是什么意义耶，拿一大堆紫装换一件紫装，啊，不行啊！再死下去真的就缺氧了。还要再抽是不是？我把那个任务打完关来之前，我们再抽一次。我不相信今天一定有金色的。师父告诉我，我今天那个命中带金啊！啊，我这个 OK 啊，我这一定要试试看，没有问题。我把这任务解完，拿了奖励金，然后弄一弄，凑一凑，3000块，咱们再来最后一刷。就再抽不到我就。我就休息，哦，明天再玩。
命中带赛。接一下，接一下，接一下，接一下。大哥，救我！嘿，大哥，救我，救我！哎，你怎么一言不合就杀人呢？前面，前面，670公尺。也有竞技场，这是还蛮让我出乎意料的。法尤姆绿洲，法克尤姆，到了200公尺。哦，真的有一个竞技场，可它竞技场是沙子这样做成，就是那种黄沙土啊，混凝土做成，不是一般那种石头墙壁，对不对？古埃及人就懂得怎么用那个，哦，不是啦，那旁边还有一间啦。我最近抽卡又有这种感觉，心累就对了。二层，海沙屋，真的欸，我觉得这种抽卡游戏我都觉得心好累哦。那种几率的东西为什么都离我那么遥远？永远只能当分母。这好像是那个 Stone Cold 还是谁啊？超像的。到了，到了。The gladiatorial arena. So the crocodile recruits from this place for his. Excuse me. What can you tell me about this place? Can't you see? It's an arena for Roman blood sport. Barbaric, if you ask me.But it's found favor with those desperate to forget their troubles. It used to be a temple. It should have been left that way. 把神殿改成竞技场欸，凶残。Yovikos, the living embodiment of war. His fists are deadlier than any weapon. Hey, Neb. What can you tell me about the men who fight here? Men? These are not men. They're gods.You've never seen such savage warriors. They could break you in half with one strike. Ah, do any of them have red hair? 红头发的 Gods among gods. Have you never heard of the brothers from 高卢兄弟党 Can't you feel their eyes on you? Their statues are beside me. 哦，就这个哦，这两个人，高卢兄弟党，高卢人呢？哦，真的有耶！他们穿的那个服装就是高卢人的服装，有没有？蓄长发，然后胡须，然后身穿一些兽皮跟那种比较，怎么讲？简而言之就是说他们就是露鸡鸡就对了啦。他们就是露鸡鸡，因为他们在北方嘛，高卢在北方。Are you the owner here? 库鱼里。Yes, I am the owner, Felix Martialis. Who are you? Another rough knuckle no name seeking fame? I only want entry to the arena.I heard you have got a fighter worth watching. With red hair? Ah, you mean the Gallic brothers. You heard right. But let me save you some time, camel boy. You cannot afford it. Now piss off before you scare away someone who can. Sir, this man wears a Magi badge. Mehmed what? I do not even care. Can you fight? You look 刚才呛我是小屁孩，现在又叫我是说我是一只凶狗。Nah. I have already got an Egyptian, a huntress from Siwa, who's worth three of you. She frequents the obelisk in the east end if you want an impromptu beating. It is the only way inside this arena. Fight in the streets, and the gladiator can bring you in. 在街上打赢过小动物。The Gallic brothers are involved in Shadia's murder. But why are they doing the crocodile's bidding? I need to get inside and learn more.哦，二层真的好酷。The arena owner mentioned a C1 gladiator to the east at an obelisk.
I wonder if I know her. Siwa is a small place. 对啊。I should go and see. 西瓦其实很小、哦，大概都是走个几步就可以逛完了。那应该同乡的吧？同乡的角斗士，问一问嘛，跟他讲说看能不能让我出战一下、啊。我巡查官这边也有。老婆吗？哦，对，我也觉得有可能诶、欸。希瓦的女猎手，十之八九，我觉得他老婆也来玩这个角斗。难道他跟我玩角斗玩的不够吗？晚上玩，白天还跟我跑来这个竞技场里面玩角斗，实在是让我有点心痛。但毕竟是我老婆嘛，对不对？老婆很难得啊，因为要有女朋友或老婆，另外一半是不容易的，所以我就体谅她吧。希腊建筑的伟大之作。哦，那边有在演奏乐团呢，好想过去看一下哦。太远了，太远了。祈祷中。感恩师父，赞叹师父，感恩师父，赞叹师父，这在干嘛、啊？在恭迎师父是不是？原来这就是受欢迎的感觉，嗯，今天在这边体验到受欢迎、受人涌出的感觉了，哇！我再也不宅了，我再也不那个，再也不鲁了，再也不孤单了，受到众人的瞩目，好高兴哦！不得不说，希腊人的音乐真的难听哎。他现在非常enjoy在他的乐器、哦、吹奏当中。没什么亮点，我觉得他们演奏没有什么亮点，埃及的比较有风味啊。我在埃及神殿听到那种就是祭神的乐曲都比较好听一百倍。对啊，我觉得希腊人的音乐品味真的太差了。There's the sea one. Wait. That looks like. 这是谁啊？好黑哦！不是我老婆啊，我老婆没那么黑。Was a good place to prosper. 肯沙 But I never expected to find you here, Ketsa. What can I say? I heard the call of the arena. Can you believe it? I am a gladiator now. Huh? But come, let us talk and drink. 好像混得还不挺不错的，挺有个性。可他刚才屁股蛋都露出来了。I'm telling you, Bayek, I am so close to my dream.
If only I was given the chance, I know I could become champion. I mean wealth, luxury, fame. What more could a woman want? Huh? That's why I came to Fayum. To make a new life for myself and bury the past. But I was turned away from the arena doors. So you have finally given up trying to put the world to rights. Good. Such things are impossible. Phoenix is slow to trust outsiders. But do not worry. With my backing, we'll soon be fighting side by side. First, drink. And in the morning, we can go to the arena for the proper introductions. 但可不可以不要喝酒? Hey, it's good to have you here, old friend. 我现在对喝酒有点，你知道，准备就绪之后进入竞技场。哦，这样就可以搞定了。先让我拍一张。天哪！天哪！你可以想相信这个画面吗？天哪！我的天哪！这个，哇，真的是，哦，我的天哪！好，我们直接去那个竞技场哦，应该是没问题吧？竞技等级28。虽然我现在武器烂到有剩，但我觉得应该是 OK。太黑了，什么都看不到。让祭司偷东西，养肥自己。他们好像对希腊人的祭司真的非常嗤之以鼻。文化税。埃及人还需要文化税才可以使用娱乐场所，就是次等公民嘛。希腊人不用付钱，但是埃及人要额外付钱文化税。好，到了竞技场的门口。我用他们的武器哦，还好。你可以告诉我刚才看到了什么吗？为什么一直天啊天啊？没有，我说这画面太黑了，天啊！ I want this man to be my partner. As it happens, the Iberian was torn apart by lions yesterday. I may have an opening. And if Kenza vouches for you, you will need a title if you're going to team up. 希瓦人战士。How about the C1 Warrior?I think the Guardians of Siwa would be more fitting. Is that memorable enough for you? I have heard worse. Come inside. Yujinxia. Siwa Warrior. Guardian of Siwa. 好像两个都还好。是我就取叫什么叫做希瓦狗，希瓦狗，翻译成中文就是希瓦金啊，希瓦金，这个东西都比那个什么希瓦窝里还要强多了。你的等级太低，可以直接从这门口离开。什么东西？There is no pharaoh or god in the arena to protect you, Magi. This is where you will probably die. Try to do it with drama. It pleases the crowd. On the off chance you live, you will be rewarded with glory and fame. And another chance to die. Such is the short but luminous life of a gladiator. All right. Who do we have? Ah, there is Callistus. Callistus, 要跟我打吗? Callistus, a former soldier of Ptolemy who claims to know how to handle his sword. Horus, he was my best fighter once, but age ruins us all. He's 跟便盆差不了多少。He trains the novices. Is that armor from Ptolemy's army? Most of the fighters cannot afford their own armor. In any case, it is soon ruined. 哇，还干了军方的盔甲跟盾牌武器耶。The army does not miss a few suits here and there, and it adds to the authenticity. Speaking of authenticity, in the arena, you use the weapons I give you.There are no exceptions. You already know Kenza. NPC 表示菜逼吧这里不是你该来的地方，门口在那里出去。他在呛我。Another champion.
Another champion. Or another bag of blood and shit. I want to see if he can fight. And who better to test him than the one who recommended him? What do you say? Ready to draw a sword, old Magi? Let's see if you have improved. 出气！哎，会痛啊！不要逼我哦。Not bad, old man. 完了，我老朋友要消失了。哎，没有哎。我觉得我可以耶，二十八等不要打成这样子，没问题啊，可以啦，这是二十八等的实力。You need more style and flash, but you have got a pleasing vicious streak for a sandal. Okay, Kensa, you have got a new partner. We open the door soon. 好，总算进去了。真啊，真 Arena Battle One， 没问题。跟这个屁股蛋。These are the scraps that Felix wants to throw our way.They make a poor meal, my brother. I'm going to slice off your balls and feed them to you. 我喜欢。Our main obstacle to glory, the Gallic brothers. I know who they are.把蛋蛋切丝，再喂你吃下去。我是不是可以换武器啊 ？Are you well, my friend? You seem distracted. Don't worry, you will lose your nerves after the first fight. I am fine, but you have not yet told me how you came to be here. Now that is a story.I was taken as a slave during Ptolemy's time in Siwa. A sick beast named Septimius and his clan were going to use me. But I managed to get a sword and make my escape. I traveled here where Felix took me in and trained me. But enough about the past, huh? I can't tell you how happy I am to share this passion with you. 他做一些很奇怪的事情啊，用嘛。The crowd will worship you, almost as much as they worship me.Yes, yes. Let us split the sun in two with our swords. Ho ho! You are primed indeed! Let Felix know when you are ready for our first match. The sooner we start, the sooner we are champions! Ha ha ha! Ha ha ha! 他讲话真的嗓门超大。我不能够带自己的东西吗？还只能够选他的东西使用啊？We are ready. Are you? Everyone thinks they are ready till they get a fist in the face. 糟了，糟了。I am starting you against a few novices. 这样我就只能拿我不擅长的武器。We will talk about more. Two warriors against the odds. The crowd love unfair fights. Do not disappoint them, or me. 开了，开了，开了。To glory! You are Horus, are you not? That by choice, Gaelic brothers. Hurt me, my head. 他被敲成智障了。You have killed me, Felix. Did not stop them. 好可怕哦！我现在觉得压力好大。You don't want to fight them. They are strong and fast. They like killing. For them, it's fun, sport. 完了。跟他对战都变智障，我怕怕。Are they screaming for our blood or for theirs? Any blood will do. No such thing as innocent here. Do not stake your blade, brother. They certainly will not. Every man here knows the risks. You have taken to this new life easily. When you see the look on their faces, oh, 等级太低呀！够了 ，Enough！
可以可以，出去，现在立刻马上，还没还没，马打马打，大猫兵，割包，哎 ，nice。再来啊！ We'll catch the eye of a wealthy patron. And what then? Then a whole new opportunity, my friend. The best gladiators are sent on special missions. 哦，执行任务。And more coin than you can imagine. Then let us make sure they notice us.他这样是怎么打到那个总冠军的、啊？你八七哦，你到底怎么打？到底怎么打上来的？我觉得根本就是你是不是找人家代打、啊？找公司代打是不是？这个这种 level 都我在杀的、欸，他根本就找公司代打打上来的嘛。你不要以为这结算每次这个就想要打，打到什么金牌啊、银牌啊，找公司代打花个多少钱这样子。膨胀了，膨胀了。有人说我不动的话，可以一个人一打四，真的假的？ The crowd loves you. I told you we were destined for greatness, Felix. Greatness? Oh, easy, easy, damsel Dustmite. You have a long way to go. It is a good start, but you are not contenders.You do not get to the Gallic Brothers by beating a few shit-stained novices. Though, to be honest, I hope you make it. I am weary of you nagging me. What do we need to do to face them? He won't let me fight. Gods and peace, not you too! Just concentrate on the next round. For annoying me, I am adding lions this time. They have not eaten for days. You are their dinner. Find me when you are ready.Make Siwa great again! Any of the gladiators could be working for the crocodile. There might be evidence here of the jobs the Gallic brothers did. Maybe even the identity of their patron. Gao Lu 兄弟受到良心谴责，让他们毫无有用武之地。诶？二诶？ This might be the crocodile. 有一个叫二的人哦。He's complaining about the Gallic brothers not following orders recently. 哦。He wants to know if there are others available. 所以至少知道是说他跟那个。高卢兄弟党这两个人呢、哦，是比较没办法指挥，所以凶手应该不是他们两个。On our way, old friend. After all this time, I might finally get my shot at the Gallic brothers. It's thanks to you. Hey, I would like nothing more. What about these other people you mentioned earlier? Oh, the righteous Bayek is willing to dirty his hands. Times have changed, Seni. I suppose it is hard to be a Magi all the time.You will have to ask Felix about those quietly. The best way to reach the crocodile is to beat the Gallic brothers. As if I needed more reason to slit the throats of Shadia's killers. Felix, I've had some gladiators at home. 我觉得好像有可能是他哎。Extra work. You heard wrong. And if there was an arrangement, you would have much more to do to earn your way in.Your job, you upstart dog noble, is to fight. That is it. You earn your gold in the pit, or you do not earn it. Then that is what I will do. We are ready. Finally. They are asking about you too at the arena in Cyrene. Put on a good show and we all profit. 他意思是说呢，如果想要我帮他介绍其他工作的话呢，你就得要呢。好好的打个几场，证明一下你的实力哦。So you are feeling good, planning your ride to the top. Trust me, what we do, it's not noble. We are mercenaries, that's all.
Mercenaries. Swords for hire by the wealthy. Yes. So you heard. My advice, refuse the offers. It's a slippery dune. 证明你是个好的便器。 Good men. 功绩啦。 Just fight and go home. Don't do the contracts. 不要接那些合约。 所以他知道这合约的事情耶。 他知道，他知情。 An impressive first outing, C1. I'm a little jealous. I need a faster way to make coin. I've had fighters are offered work outside the area. 对啊，斯巴达应该也是一样。角斗士被派下去给高官的女伴当性奴用，红兜。有这种事情？ You know who the contracts come from. There is a reason these people operate in shadow. No one knows their identity. Take my advice. If you're lucky enough to be chosen, do what you are asked to, and be thankful for the money. 哇，都是亡命之徒，这要参加这东西，要亡命之徒才有本事参加。今晚打老虎。 How often do you fight lions? Only when Felix can get them. They are much more expensive than men volunteering for a beating. They seem pretty honored in killing animals. Kill or be eaten. 87. Besides, it's caged. We will be fine, as long as we don't free it. Giant, the slave girl, are unstoppable. I'm on. Survive an encounter with giants. I want to let the lion bite other people. 不要咬我啊！我开门放你出来，你打我。好，这样很好，这样很好。哦，砍到了。 Oh yeah! 再来。 I thought the lions were caged. There are no rules in the arena, Sammy. 哇，直接放！其实那女真的蛮猛的，我看到她的伤害了，她伤害不简单，现在那伤害感觉出来就是，应该是有我的两倍吧。 真是没用处了，是不是？该放几个厉害的出来跟我打了，这个真的不够看。The Guardians of Siwa are victorious once again. Good, the Garlic Brothers. The next. 那是谁啊？好丑！那是谁啊？弄成这样花枝招展，超丑！想买宵夜哦，差不多了，大家收台了，差不多了啦，十一点了。对啊，太低。所以还没结束嘛，后面还有吗 ？Where's Kenza? Her talents were required elsewhere today. You are going to have to win this one alone. You will be fine. Another errand for the unknown patron. Fighters who ask too many questions do not survive. It is a dangerous job. Accidents happen. I am only keen to prove myself. Then win this match. You will get your chance. 今天没有练聊吗？会啊，今天会啊，等他晚一点吧。晚一点，他们打。 Kenza, okay. Holy Anubis. I have to win this. 我得要自己一个人打，可以来。三场比赛。哇，这关地形可以耶，很嗨啊，这关。 Get over here!
没有妹子我就不行了。赶慢过来，赶慢过来，赶慢过来，哎，痛，痛。抓到了，其实刚才都是这妹子在 carry， 哈哈哈哈！战犯， Holy Anubis， 来来来，认真的啊，认真的，我不让了，这样让你真的是实在是太对不起我自己。整个太扯了吧！你跳跃力惊人呢、欸，这真的超扯的跳跃力耶、欸！对，有人直接瞬移啊，超帅！盾反我。盾反，还要敢？谁敢上来的？喊出你大名！哦，还有人敢？哦，没有了，要吓我！我想说这么快打 boss 战了。I am sorry I left you to fight alone.But I hear you did me proud. Felix sent you out on a job. What was it for? I'll tell you everything in good time, brother. Just know that our future has never looked brighter. 刚才那个笑笑得很灿烂。感觉会便当哦，应该不会。我觉得，如果他死掉的话，那个剧情就接不上吧，先接不上，应该怎么治？好，来啊、哦，最后一站喽。You have done well for a country comrat. Your time has come.The crowd is bored with Firidovics and Diovikos destroying opponents with ease. I am counting on you to make this entertaining. One more thing. Do not kill anyone. I want my top four fighters alive for rematches.
I have given the Gauls the same order. All right! We will not kill them! But no promises about pain and humiliation. This is it, Bayek. Our big moment. 他太兴奋了啦！他就很像是那种小孩刚拿到玩具，然后准备要开始拿来玩那种感觉。Rich and champions. OK, champion, champion. 他说不能杀死另外两个兄弟的。来。Here are the contenders to the crown. The guardians of Siwa, undefeated, unmatched. It's...The Garlic Brothers! 哦，哇，大哥，你拿的是什么？我好像遇到了不该打的对手了呢，惨了惨了，完了！我对付左边，你对付右边的，有那个左边那个比较变态的感觉，我真的没办法。我心理、生理上都不行。我兄弟还有 combo 技耶！哦哦，谢。一个摔跤技的，一个是镰刀。还有踢。跟你讲，现在两个目标都是我。超狂翻摔！生气了，生气了！哇！哦，完了，没事没事没事。他只要没有继续接那个接技的话，就没什么，没就没什么关系。Brother, you kill my brother！ 狂战士形态。说好不杀人吗？兄弟在打表演赛啊！啊，我们真的刚才在真的在杀人，笑死！哎，没死啊！The Gallic Brothers are defeated.You killed the child called Shadia! That is the least you deserve! Lighthouse! We didn't kill her, I swear! We have done many terrible things, Siwan. But the murder of the child is not one of them. All hail the new champions! We were there. The guardians of Siwan! Capture the girl and take her to Berenike! To the crocodile! It was she who drowned the child, took a book from her, ordered a stone tied to her ankles, and pushed her in the water. There was nothing we could do.This is the real reason you came to me, isn't it? To uncover this patron, this crocodile. Bayek, why didn't you confide in me? Huh? I would have helped you. You're a mercenary, just like them. I couldn't take the chance. What fate awaits the fallen? No. Will it be life? Bayek.
or death. You know me better than death. Why, if you have to know.尴尬。 所以是老女人杀死小女孩的，她用她就是老妇人这种和蔼可亲的，可能就是来骗她吧。说啊，你告诉阿姨啊，阿姨会帮你的啊，然后她说好啊，真的吗？对啊，你看那个壶，壶有什么？有玩具啊，真的吗？然后过去看的时候，阿姨，然后就把她嘴里面把她弄死，有没有？然后就把她撑到水里面去。 很可怕，最毒妇人心。本人，<笑>小剧场，有没有？就是那种感觉。你看那个，哎呀，好多玩具啊！哎，画面完全出来，我等下一定会让他死个痛快。不过今天已经太晚了啦。 好吧，那我们今天刺客先玩到这边。那等一下我要先洗澡休息，晚一点再来练聊吧，好吧？晚一点我们再来练聊。OK， 好了，各位观众，那我们今天先玩到这边，然后先休息了啊，先休息了。台主才杀小女孩的人，怎么会呢？对不对？怎么会呢 ？OK， 好，先这样了，拜拜，拜拜，晚点见，拜拜。